甭管什么东西啊，就盘它，盘它就对了。好多朋友问我手里的恐龙蛋长啥样子，它就长这个样子。我们把它切开看看，看到里面透明像粉条一样的东西没有啊？那是不能吃的哦。进来的朋友给个双击关注，每天带你们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大海生活。今天跟小伙伴来到海边，发现这么多螃蟹爬过的脚印，所以我断定这片沙子里肯定有很多螃蟹。你看，我的个妈嘞，哇，这么多！来，再看看有没有了，再估一下。哎呦，哦呦呦呦呦呦！你看，嘿嘿嘿，哎呀，发财了！哇，这么多哟！有的小伙伴看到我抓了这么多的螃蟹，围着这个手机屏幕啊，噼里啪啦的就是个双击。喜欢看我赶海的加关注，留下个红心啊！没关注的，正好月初了也有流量啊，就加一个呗。在海边啊，发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海葵，这原亮色让它戴的非常的时尚。别看它这么漂亮，它可是吃肉的哟。那么它到底是植物还是动物呢？有知道的小伙伴双击评论加关注。现在赶海啊，那也得讲究方式方法了。那方法选的对，这个海域它也找得好，那这个报桶啊，它不是没有可能的。你看这满地的八爪鱼。